今年咧 ，Coyu 嘅排名咧就全球第21名，只得我哋学校先有牙医呢一科喎。有咁巴闭啊！我唔想咁劲啦，我走去准备啲快问快答问题，考下你哋。好啦，而家行咯。嚟咯。好啊。行咯。去咯。我想问一下呢位英雄，你叫咩名先？我叫 Jason。你叫咩名啊？我叫 Jerry 啊。Hello，what is your name？ Derek。Hi Derek。What do you stud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BA. Yeah. Oh, yeah, I got my CAM year three. I got engine, yeah. My name is Margaret. Margaret, right? Yes.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叫 Candice. Cassie. All staff and Ken. Okay. 可以怎么称呼你呢？Melinda. Melinda, okay. 你们是读什么呢？我是 Econ and Finance.我是读 computer science。我叫 Stephanie， 我而家读紧 social work， 研究教育学。教育学，哦，老师是吗？对。哇，厉害厉害！你今日点解会出现喺度嘅？你毕咗业噶咯？我哋怀旧一下读书嘅时光咯。啱啱阿 Hilly 咧就话你哋 Conu 啲人咧好叻好巴闭噶，咁我哋考下你先。学校有咩透露下你几多分入 Conu 啊？我状元嚟噶，大家冇睇新闻咩？状元即系有份35分咯。咁犀利？我23分入 Conu。Best five， 我唔系 Jupas 嘅，我哋唔系 Jupas 嘅。咁你有冇见过 Conu 啲好有钱嘅人啊？就系全身都充满住 logo 嘅，咩嗰啲 Gucci 啊，跟住 Louis Vuitton 嗰啲，有车接咁样咯。你喺 Conu 听过最癫最爆嘅事系咩啊？哇！啲难言之隐，啲难言之隐，点样癫法？咪玩到嘢咁样咯，系啊，玩到好嘢嗰啲唔计啦，去巴玩嗰啲啊，好婉转啊！后续嗰啲唔讲啦，系嘛？可能几 P 几 P 咁样咯，系咯。咩叫几 P 几 P 名哦？即系打 PS4 嗰啲打机。系啊系。哦 ，OK， 都好癫哦。有个好似唔知听人讲成厅，因为24小时开放啦，咁个 pair 情侣都应该做埋啲好开放嘅事咯。好考一个搞笑嘅，知唔知河东精神系咩啊？河东精神，下一句。河东精神，都记得啦。河东精神，就系跟住咩？哇！真系唔记得咗，我唔好记得。河东精神就系团结，你听一次。河东精神。就是團結，你兩個知道了。那你知道香港大學站是什麼時候落成的呢？這10年內的事了，是吧？是啊，我入嚟那一年我專門為我而建，是2014年。真的啊，2014年，厲害。好了，那我們跟著問一些冷知識題目。匯豐印製的1000元紙上面的圖案是什麼？是個頭來的。什麼頭啊？你的頭是什麼？獅子頭。匯豐的獅子嘛，是不是獅子那個啊？都是。是啊，沒難的獅子啊。History question. Oh god, I don't know any history. Who is the first human go to the moon?不知道，真唔知。太空人嚟，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 唔系我讲中国嗰个。杨利伟，佢未去过。边个？嫦娥。嫦。下一个问题啦，是生物体啦，人体咧，我们有一些多余的水分，还有一些多余的营养，我们要把它排出身体咧，是哪一个系统咧？屎。脑子啊！你都有嘅，点会唔知啊？淋巴，唔系淋巴，汗咯系嘛？汗嗰啲排泄系统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泌尿系统咯，系咪？啱啊，冇错就咁，就咁简单啫嘛。What is the longest organs in human body？ long intestine， 大肠、小肠嗰啲咯。大肠定小肠啊？小肠啊，我有读。啱嘅，系小肠。I study my biology well。第二题好。澳洲在世界7大洲边一洲？澳大利亚洲？不是，澳洲不是澳洲，澳洲梗系唔澳洲啦。如果唔系，我想问你啦，问一下朋友。完了，丢人。有冇 choice 噶？南美洲、亚洲。我食过天先啦，你慢慢数。大洋，大洋。你们的功课是他做的吗？对，他 carry 我。啊，第二题哦。巴拿马运河喺边个国家？哇，唔识。巴拿马，我问多一次，巴拿马问我喺边个国家？我唔系应该答巴拿马噶。巴拿马，唔识啊。巴拿马问我喺巴拿马。系啊，不就在巴拿马。系冇错，系巴拿马。真系噶？真系巴拿马。好劲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吗？终于会一题了。最后一题，最后一题了，争取了，争取一下。数学题，质数是什么？比如你们告诉我。唔好清楚啊呢、這个。哦，质数是吗？质数对。嗯，系咩啊？系咩啊？系咩啊？系
俾到一同自己整場嘅就係質素啦。係啦，冇錯，一三五七十一 ，OK， 其實差唔多啦，你仲想唔想玩多啲啊？仲有啲咩？你讀咩啊？讀 engine 啊？讀 engine。我諗一條嘢，有個人咪曾經講過，你俾佢一個咩點可以夾起個地球？喂，支點啊？吸我一個支，加你兩啊嘛。咁你又錯咗，唔係加你兩啊？啲係咪啊？我睇 IG 嘅啲 post 啊。哦，啱啊，係支點支點。終於訪問完啦！原來安 U 嗰啲同學仔咧都好犀利，都答到好多條，都仲快很準添，仲要。但係一樣嘢唔好咯，問親佢哋有啲咩好癲嘅嘢啊，佢哋個個都唔肯分享嘅。怕醜嘛，唔緊要，大家知道啲咩爆料就係 comment 同我哋講啦。大家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hare 同埋撳嚟隔離個鐘仔，下條片再見，拜拜。